嘉义市政府为了预防少年儿童在暑假期间上少不同的场所，也就是流连网咖、因性偏差的行为，特别举办104年青春专案网络预防犯罪宣导、创意酷手微电影比赛活动，就以培养少年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吸引了各级学校踊跃报名参加。酷手微电影比赛是嘉义市各中高中职学校学生甲警察局警专实习生制作具有创意的宣导微电影，以反帮派、反食毒、反诈欺、反冤家、反飙车、反诈骗为主题，就以开发少年青年培养才艺。素营成为健康阳光的现代少年，以及发挥网络宣导的效益。嘉义市长涂新特亲自颁发图书礼券，以及奖状表扬。警察局邀请各分组第一名创作人、同学、指导老师、教官等举行反飙车、我可能会赖你、骗不了情修应辉、修应辉、我可能会赖你，这是以现在上新的赖原告手法开启规部戏的主题，并且以比较较趣味的宣导方式，警惕懵懂纯真的少年人在面对人生不如意时，千万唔通轻易放弃家己，万不丧志，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渊。也唔通想讲要一步登天，有一分的经魂，才会当有一分的收获，引起民众的注意。听讲，天若是想做运动，拢伫晚上做运动。天啊，你是唔通遐尔戆？九点拍步唔通去，若无你是乌运气，赖冤家唔通去，电话唔通聊落去。喂，同学，烦冤家位，大家来做起，要听我着报，互你知。Come on, everybody 同齐来，无着莫见面，无着莫交往，实在真安全。大家同齐来。微电影比赛，微电影比赛活动哈，那比赛活动的主题是以反帮派、反吸毒、反诈欺等等的主题哈，借以开发这个少年的潜能啦，还有培养才艺哈。各种优先学校是各中组第一名，南坛各中。高中一组第一名，嘉义女中；警政组第一名，当地派出所。另外，参赛作品当中，由国立嘉义女中所制作的《我可能会赖你》，成绩勇夺各分组第一名。新闻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